销售少管制徐湘区长南一华时尚内商铺已经构成合同诈骗，以上公司隐瞒了一华时尚商铺已经抵押的事实，声称购买长南一华时尚商铺3个月内就可以把产权交付给业主，现在已经过去多年，一华市场改造工程迟迟未见动工，韶光一华公司拒绝与购买人退还购房款，一华市场内的商铺事实上已经完全抵押出去后再出售给广大群众的合同诈骗，目前一直被骗群众有几十人，一华市场涉案金额有上千万，望法院能秉公办案，严惩违法骗子，保护业主合法利益，这样社会上这些无良开发商不法分子才没有立足之地。